早安，各位。今天早上从我们家出发，我决定要自己一个人去利勒，就是法国最北边靠近比利时交界的大城市。因为我有在那边转车过，所以我觉得那边很漂亮。可是我没有机会可以在那边停留很久的时间，然后刚好我工作的餐厅他们在休息，休到新年。那我还有一个礼拜的假，可是阿仔要上班，我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面有点无聊，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，对，决定自己一个人驱车前往。我今天的行程没有排行程，我只有排说我中途会停靠的点，因为我必须停下来休息。我第一个会停到的城市叫做亚眠，大概开3个小时吧，从我们家，然后接着才会从阿米欧那边，我可能吃个午餐之后逛一下城市，再开到利勒，可能还要再2个多小时，1个半小时左右。今天的行程应该是会到好像是460几公里，然后一个人开车，一个人去冒险。然后我还没有订饭店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会停留在哪个城市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做这种旅行，因为我是那种不安排好我就不会出门的人，因为我会很怕一些突发状况，所以不喜欢突发状况。所以我这一次就试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旅行过的方式，就是我完全没有排所谓的行程，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城市有什么，一切都是到当地，然后我也没有订饭店。对，我可能到吃午餐的时候我会订一下饭店吧，我猜，看状况。反正现在我已经从我们家开了2个小时，这是一个休息站，我在那边上厕所，然后补充一些水啊什么的。然后我接下来要去亚眠了，就来看看这一次的旅行这样顺不顺利。如果这样才行的话，说不定我以后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旅行。Let's go！我现在在亚眠，这里的天气真比我们那边冷很多，很冷。然后，我觉得镇上还蛮大的，圣诞市集很长。可是我觉得法国就差不多就是 Focus Army，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。所以我现在是要去看他们的教堂，对，又是要看教堂。我到了我今天晚上住的饭店利勒，然后这饭店是我在中午吃麦当劳的时候，对，我中午吃麦当劳，因为到达亚眠的时候已经餐厅都关了，我想吃的餐厅他说厨房已经关了，所以我没有东西可以吃，所以我只好跑去麦当劳吃饭。好，这间饭店是我在吃麦当劳的时候顺便订的。然后其实我有找几间饭店啊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做功课，可是就是找了几间，然后最后今天中午才决定我要住哪一间。然后给大家看我今天的房间长什么样子。这是我今天的房间，小小的，然后它是双人房，因为它是双人床，然后它也有单人床的选择，就床太窄不好睡，然后就一个人订了双人房。这一间小小的，然后这里是浴室，就是很古董的感觉，还有不是那种透明塑胶框住的门，讨厌那种。这样子一个晚上是50欧，2双人房50欧，然后他们钥匙长得很酷，是这种的钥匙。给大家看我今天的 OOTD。这是我的 T brand 的靴子，然后这件一定会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要穿这个颜色的毛衣？这个是我婆婆送我的圣诞礼物，我猜她应该觉得我什么颜色都可以驾驭吧，所以干脆就送我比较特殊的颜色。我这个就是一棵行走的圣诞树，还可以啦，应该还没有到很难看吧？我觉得自己还蛮酷的。对，管他，反正爽，
就好，我现在要去找餐厅吃饭了，一个人吃饭，吃大餐。早安，我现在在立冷的第二天，今天还会再住一晚，然后我现在一个人在探索这个城市，刚刚去吃了早午餐，现在在转角遇到一个教堂，可是我应该不会去逛教堂，自己一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，从来没有这样过，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耶，所以我都是在出发前在饭店里面找我要去吃什么，所以我就直接去，然后我就在吃饭中间找说我接下来去哪里，或是我下一餐要吃什么，对，我就在找我下一餐吃什么，然后我就在那个往那个目标前进的途中顺便逛一逛，是不是很无聊？可是还不错耶，我觉得很悠闲。然后我现在要走到一个广场，对，有一个长得很奇怪的教堂。好的，我现在回到饭店了。我换了一间饭店，跟昨天不一样，因为我昨天抵达利勒的时候，我只有订一个晚上。我想说，如果这个城市很无聊，我隔天就要回家了。结果晚上逛了利勒，发现非常的漂亮，我觉得我一定要在白天好好的逛逛它。所以我今天白天一个人就是从大路走到小路，然后逛了好多店。这里真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的城市。不会输巴黎，如果你们有到北方来的话，它就是北方的巴黎，北方最大的城，然后马赛就是南方的巴黎。这里真的很漂亮，而且我觉得治安比较好，至少我觉得那个安全危机感比较没有那么可怕。市中心很集中，所有的店面都非常集中，你不需要搭地铁，他们有地铁，可是你不需要搭到地铁，你就是用走的就好了。然后巷弄里面有非常多小店，值得去一探究竟。虽然价位可能有点高，可是我觉得像那种文青的咖啡店啊、小玩具啊、居家家居饰品店、帽子啊、手套那种店，我觉得都很可爱，而且每间店都装饰的很漂亮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圣诞节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很美，所以我就多待了一个晚上嘛。可是我昨天下去楼下的时候，柜台跟我说他们今天晚上客满，可能是今天是周末，今天是礼拜五，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让我有多待一个晚上。然后柜台人也很好，他就帮我联络了这间饭店，好像是同一个老板吧，然后就帮我订了这间饭店，也是在市中心，是在车站的正对面，位置非常的好。然后一个晚上是55欧，就是我觉得还可以，就是小小的饭店跟昨天那间大一点点，大概是一点点，一个榻榻米的大小，短大了一点点而已吧，就还好。然后55块，在礼拜五的晚上还可以啦，不会很贵。然后我是订一样是双人房，可是一个人睡。啊，现在是晚上7点。我等一下要去找一间餐厅，然后吃利勒当地的菜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城市如果你要来的话，觉得非常推荐，非常非常推荐。然后它又在比利时交界，如果你们有空也可以顺便去比利时或是荷兰，觉得这个城市真的很棒，比我去过其他大城市比起来，这算是我最喜欢的大城市吧。那个 Gandelson 里面这个就是北境，觉得很棒，很漂亮。圣诞节的时候来，虽然有点冷，可是没有下雨就是非常好的事情。
早安。我现在今天早上离开了利勒，然后现在在往南开大概30分钟的一个小城镇，它叫做阿哈斯，我觉得非常可爱，它的 Marshanoid。然后这边是市政府前广场，然后整个广场都是圣诞市集。然后我主要是来看，市集不是圣市集，广场上周围的建筑物，就是它都长得，给你们看，它一圈外面的一圈的房子都长得这个样子，然后就很有文艺复兴的感觉。然后我就是看到照片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可爱哦，我就来了。然后它现在广场上有很多圣诞市集，我觉得它圣诞市集比立德的还要漂亮，可能是它比较规划的比较正方正吧，就在整个广场上，觉得很美。刚刚点了一杯热巧克力加贝里斯奶酒，好甜哦，蚂蚁应该会喜欢。没什么酒味，很好喝，因为贝里斯奶酒本来就还蛮甜的。